投资。第二个生肖来讲是蛇，十二生肖里头了，第二个乙马最强的生肖就是那个属蛇的。所谓乙马了，就是动，比如搬迁啦、啊、迁移啦、啊、旅游啦、啊、运输、国际贸易。要是你属蛇，竟然非常成功，就是你不就是这个一行呢、啊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，也常常想动，想去旅游的。但属蛇的今年比较孤独，所以要是没有结婚也是。可以结婚，也可以不结婚，好像无可无不可一样。但属蛇的人来讲呢，今年魅力其实很充分的。要是你能做娱乐事业，比如是蛇的人，今年也特别好看，特别漂亮，男的也比较英俊。所以你要是蛇的人呢，你要是拍电影的、唱歌的、常常登台表演的，我这里要恭喜你，是越动越见人，就越好了啊！恭喜。